刚过完年，过年期间很多人反映说，他们回到自己家里面最烦的事情就是长辈们还有亲戚里面的三姑六婆们没有别的事情好关心，总是会问起说你什么时候才要结婚。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为这些受委屈的人，恭喜你已经不用再被这件事情烦。我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要烦，就是什么时候要生小孩，什么时候生小孩，加油哦。好像过年期间一定要聊这几个事情，而且他们那些长辈都会说加油加油，不给你压力。根本就是在给压力啊。所以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伸冤的是，如果你到了一定的年龄感受到这种压力的时候，到底要怎么回答，以及到底你在别人眼中为什么有那么必要要结婚或者是嫁不出去。所以我们邀请的是十位超过30岁以上有一点点社会上面要求他们结婚的压力的女明星。Hello， 你好，欢迎你们。本次康熙调查局要替各位观众调查的是，年纪在30岁以上、感情状况未明的各位女性，到底谁最有机会在世界末日之前嫁掉呢？本次调查由奇摩名人娱乐、台湾新浪微博共同举办，共计有将近11万网友的投票，究竟谁会是网友心目中末日前第一位步入礼堂的女性呢？欢迎来了，请问十位小姐是有明确的感觉到身边有期待你们结婚的压力的，请举手好吗？1、2、3、4，其中有一位是被放弃的意思吗？思荣为什么？从我这边看吗？你身边没有，过年期间没有人烦你这件事情？我们家人从来没有在关心这件事，从不烦你这件事，从来不烦。可是你上节目的几乎每个主持人都还是会关心这件事。对，其实比较关心我的反而是就是同行的，对对，同行的。OK， 所以家里即使是因为过年期间有一些来路不明的亲戚会出现在家里，对，那些人会烦你吗？他们最多就是问问电视上、报纸上看到的新闻。对，那你要怎么回？下课啦！耶！后来于小平，你也没有举手？没有，我来不及举了。你有被烦到？好像有，就是我妈妈，就是我们去那种就是很多人的场合嘛，她上台说话，然后她突然会把我叫上去，然后就跟大家说。哎呀，我们家女儿哦，到现在还没有对象啦。那麻烦各位大家哈，如果有适合对象，赶快来介绍。还在就很惨啊，好久。对啊，就很糗啊，就是那种都是不认识的那种民众哦。杨琪刚刚有举手吗？没有，因为关心的都被你杀了吗？没有，不能对自己家人做这种事，可以对外人这么做。可是家人应该也不太敢惹你吧？对，因为我所有的家人都已经，因为我很早就被你杀了，我所有家人都认知我的自暴自弃，而且我会愤怒的，当他们跟我讲这件事的时候，我就会回说关你什么事。哇，那他们是你？可是你有一个男友交往了7年是吗？不止8年，八那不止。那男友的家长就会提吗？就会，但是就我就不去他家，就让他自己去面对那些痛苦。决裂，对。你刚刚用的词比较礼貌，就是说关你什么事？所以真正发生的时候，你是会说出那一句有名的？不会，对家人真的不会，而且是如果是长辈，绝对不会。但如果甚至于不熟的，就会直接就会讲说关你。你真的说出口过这四个字吗？当然呢、啊，哇，当然呢、啊，就说那对方不是脸立刻歪掉吗？那是他的问题啊，这个不关他的事。我要不要结婚是我的事，关他什么事？讲得很好。即使是你，应该都没有勇气说出过那四个字吧？当人家面，真的没有，因为家人我真的不会跟他们。比方说，我们熟的朋友，你可以讲关你屁事，可是亲友们真的说不出口。亲友说不出口的。所以其他几位有人曾经开口说过关你屁事的吗？没有。没有吗？他们看起来都不会说这句狠话。那你们有引用过说，你看那个表姐她最近离婚了，然后负债100万？有哎，有吗？因为我自己家里就担心家里的小孩啊，所以我家人本来就没有说一定要我结，加上他觉得我很幼稚，然后所以大家譬如说在讲结婚这件事，我妈就会说帮我帮腔，就会说一个人也很好啊，为什么要交男朋友？叫我要离婚，然后如果有小孩怎么办？然后他说他要不养，难道我养吗？跟我姓吗？然后我妈讲完之后，大家就会安静，就觉得不要结也好。其他人有妈妈听你们说不要结，结的就是冤枉路吗？没有。我
丽飞也，嗯，你也是。对，因为其实我也是小时候是单亲家庭，也是跟妈妈，但是我妈在我12岁的时候就在嫁人，所以我有继父。那我妈她比较不会给我压力，就是因为她也是走过这样的婚姻，所以她就会比较挺我。像我的一些亲朋好友，像很恐怖哎，像我那个12岁，我的表妹他们还是 baby， 我抱过他们，他们现在都已经结婚生2个小孩了。所以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大家亲戚朋友都会说：“哎，你怎么还不？对，什么时候轮到我啊？”这句超讨厌的，这句拿出来再来问年人，就越来越少。对啊，因为全部的人都结婚了，只剩我跟另外一个跟我同年的，就是表姐这样。可以在亲友面前露出臭脸的吗？直接讲出不要这件事、不要回去。对，我已经非常多年没有跟就是亲朋好友，甚至于就是什么外公外婆那边的人啊，或者是那个就是爸爸的哥哥弟弟们，对，从来都就是为了要避开他们问这些事。对，因为我觉得那个臭脸真的不太好，对于长辈来说很不礼貌，所以就干脆不要见面。所以你曾经发作过吗？我就是会掉眼泪啊，就是直接哭。问了，哇！可是你大门问这个问题，你一掉眼泪，他是可以嗑瓜子聊10年。对啊，没有，他们就是只要说啊，你这样子，你什么时候要结婚呢、啊？然后万一以后生不出小孩怎么办？然后我就开始哭，我都也不讲。你说亲友团聚的时候，有人这样问你就哭了？就哭啊，然后就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尴尬。当然，对呀。然后我妈妈就说，我妈妈就那天就很妙，她就说，哎，我忘了，我炉火忘了关哎，我带我们家女儿回去，她就直接把我带离现场。她尴尬到把你带离现场。你是哭到停不下来那种，对，就是一直掉，沉默掉泪，你知道女生最恐怖的一招，这招好厉害，这招好猛，是真的受伤了，还是说这是一个招？我是，其实我心里是很想说干你什么事，说不出口，对，但是他很成熟了，他用更棒的演技去掩饰这些，我觉得他是真的受伤了。丁小晴有使过任何一招吗？我没有哎，因为我觉得我的家人很反复，比如说，单身的时候就说你赶快结婚啊，赶快找个对象，等到有对象就讲说啊，其实也不要那么急哦，慢慢学。清楚哦，怎么会这样？都快崩溃了，就是有时候会很歇斯底里，会变就点问说，那你到底要我做什么？是不是因为你快要嫁的那个人？因为我也是担心嘛，担心家庭，所以可能妈妈会希望说，就是要妈妈在旁边这样子，然后或者是可以带妈妈一起这样子。有人是曾经被家里的人催促过说这个很适合嫁，这个就扑上去抓住不要放掉。没有发生过吗？我有过哎，所以若雅有过，若雅有。有一个曾经追求我的男生，然后他我妈妈非常非常喜欢他，他非常得我妈的缘，然后他也非常厉害，他跟我的亲戚家人，他连过年都到我的，就是会跟我妈妈回娘家去拜年。这我因为我会跟我妈妈回娘家，然后他也跟着回到了南部去拜年。这么诡异，为什么？因为他要表现他的诚意，他已经决定要娶你了，才会下这种功夫。对对对对对，我妈妈直到现在事隔多年都还念念不忘那个人。一直跟我说怎么没嫁？对啊，喜欢吗？因为我是蛮凭感觉的，不过他蛮厉害的，就是真的要追我，真的是追我妈比较对，先追我妈比较。而且你还是成功逃脱啊，所以也不是有效的。可是我觉得很难说哎，如果再等个3-5年，也许就成功了。对啊，他如果一直对他妈妈很好，然后一直保持联络，有可能吗？然后又孤家寡，会找到 feel 吗？也许会有。对啊，我觉得有可能。你不应该讲也许会，他明天就可以打给你了。哎呦，不，他结婚了。我跟你讲，他妈妈今天晚上就打过去说，哎，我跟你讲，我女儿说也许会赶快。就是因为他结婚了，所以我妈搞不好为了你离婚哦。王丽人呢？丽人，你不觉得请他站一下？丽人今天整个就是新郎新娘敬酒哦，而且他很严肃的转过来问我说：“那你觉得我会很快嫁人？”你请他站一下，你不要被他坐着骗到。就是说他真的。你们第一排的通通麻烦站到你们的桌子前面来，好不好？精心打扮 ，Oh my god！ 对呀。这个打扮当中有符合会先嫁掉这件事吗？有啊，有意图嘛，看穿着可以看得出来啊。对，有意图。你知道在恋爱中的人啊，或者是他有一个固定交。
会有固定交往对象的人，或是当了人妻，或者是跟男朋友感情很好的人，他不会穿太露或太曲线毕露的衣服。啊，所以丝绒那个太，丝绒那个太紧吗？丝绒的就是他，还没有对象，然后他对自己就保持得很好，然后上节目那是战袍，就是要追打，就是对我出来，老娘今天出来工作就是要好好穿一套衣服的感觉。OK OK， 了解。对，然后若雅呢，她就本来就是身材就蛮好的，然后她就穿一个简单大方、安全型，对，就不要被这个话题卷入太深，也不要太作品本身太饥渴于进行这件事情，她就比较安全。然后小琴一看就是在恋爱中，她就是爱穿什么穿什么，因为她平常也很少穿紧身衣，就是。是，然后。Oh my god！ 这个很想象。他丽王丽人是把她相亲那天要穿的衣服拿出来穿穿看。我觉得她已经快要把她证婚人那一天的衣服穿出来。是因为我的一个好姐妹，她说我上节目为什么可以穿得这么随便？她觉得我上节目穿的衣服都很不 OK， 所以这是她帮我准备的。哦，所以我今天想说要特别的穿着一下，打扮一下，让她开心。打扮一下。杨琪小姐，麻烦你自己站起来一下。她今天是悼念，是要怀念那个凤飞飞飞姐。对，是向凤飞飞致意，对不对？是的。这十位女明星。他们在别人的眼中认为最快会结婚的分别是谁啊？那我们也请你们十位互相评比了一下哈，所以你们互相之间有一个看法。嗯，李冠仪心目中第一个会嫁掉的是丁小晴，那他认为最嫁不掉的是杨琪，因为杨琪不想结。然后他认为丝绒也很难，因为有一个绯闻。会变成阴影，所以你觉得那个绯闻带给他就是一个，就是大家会把他贴上一个标签，他是属于某个男人的，那应该对，就大哥女人就不太会想要跟他有结婚的那种想法。所以有的绯闻是加分的，那个绯闻没有加分。我觉得有贺子的作用，贺子。林若雅的答案，他选第一名是丁小琪，很容易嫁掉。然后呢？哦，他感觉林丽飞排第二，因为似乎有地下男友。哦，从哪边看得出来？对，我觉得他一脸就是感觉好像就是有交往多年很稳定的地下男友，就默默的。那我觉得你也是太好了，亲爱的。对，他真的没有。林若雅排在倒数第三的是于小平，他说于小平的家族带来太大的压力。这是有可能的。对，若雅把丝绒排在最后一名，看起来不需要照顾。对。另外一个理由我不要讲出来。对，理由是什么？康永哥，因为太多人讲那件事，我就不要讲。恐怕今天这一集总会有一刻我会讲出来，可是先不要讲好了。好，吉吉小姐的答案呢？她觉得若雅排在她第二，她觉得模特儿说话温柔，身材好，很完美，结婚不难。排在最后的是丝绒。一样，绯闻是阴影，以及那个我不讲的原因。这也是男生朋友讲。倒数第二是杨琪，好像会吃槟榔。这是我的，我先说他是我唯一认识一个女生很爱吃槟榔。对不起，因为我们那个我之前演的正头，现在这那个票房已经破2亿，我在戏里面就是演一个槟榔西施，所以你是为了入戏而吃槟榔？是的，不是说平常有在吃？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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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槟榔，卖槟榔的人不一定自己吃。对，但是多半的都会吃，边包边吃。对，没错，视频吃，真的。槟榔这是会跟他一阵子啊，因为电影太畅销了。啊，丽飞的答案里面呢，李冠仪排在倒数第二名，因为他认为李冠仪很迷信，如果遇到好的对象，可是算命老师说不合适，就会不结。真的吗？你会去算吗？其实我从来不算感情，哎，是吗？对，我反而是算工作，然后就是甚至自己的身体健康，可是感情我从来没有算过。那你会带水晶啊、护身符啊，或家里会摆一些什么旋转的球啊之类的？那是招财。对，还有招桃花，但是感情对，可是因为比如说我一旦真的交往了一个对象，我是绝对不会去算，因为即使算命的跟我说跟他不能结婚，我还是会结，所以我反而不会算感情的决定。对。
好，丁小琴把自己排在很后面。对啊，怎么会？他说你有很多想做的事情，所以你根本不想结。所以所谓女生自己不想结，就真的不结了吗？也不是不结，就是晚一点点。对，因为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OK。想先完成了以后再，因为我觉得，对啊，结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要三思。所谓的完成是说。一定要完成还是尝试过？因为如果我做一个工作的话，其实我感情会没办法兼顾。十个人当中，如果你有合适的男生要安排约会的时候，你会先安排谁？林若雅，因为她就是真的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然后感觉也是乖乖的女生，然后应该是长辈啊、大人小孩都会蛮喜欢她的感觉。大人小孩，老少咸宜。对，送一次用两相宜。我好像有试过就没成啊，所以是你真的太挑吗？没有，那一次是很任性的啦，那个没有很认真考虑，可是也没有去先打听，就希望安排一下有没有机会看看这样。那可是当时也不会警告他说这是一个这种性质的见面，所以他完全就做他自己。可是有人会觉得你太高吗？还好哎，因为其实我算模特里面矮个的。你几公分？实际吗？嗯，真的实际身高其实是168.5。对啊，那就 OK 啊，非常好的。应该没有男生因为自己不够你的高度就不追你吧？没有，反而相反哎，反而之前有个追我男生真的很矮，然后他追我的理由是他觉得优生学的条件，他不能再找更矮的女生。我们男生要娶人的时候是有考虑这件事情。烦呢，这种男生就真的交往不下去了。对啊。好，于小因为高度，于小平他排杨琪最后一名没问题，他说长相过于凶狠。然后不是长相吧，对，是整个人。对。倒数第二的是李冠仪，他说长得太像狐狸精。是我吗？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他就是样子。你写的就是样子长得太像狐狸精。不是啦，他们以为通告没有听清楚。我是说，好，我们听听看你怎么解释。我是说他的样子呆呆的，很容易被男人骗。没有啊，你写长得太像狐狸精，应该会变小三呢。狐狸精他自己说的，我是说很有可能会变成小三，因为他呆呆的，然后可能会骗，是呆而变小三。然后男生可能有结婚就骗他说我还没结婚，对，就跟我们刚刚已经发现了这件事情。对啊，所以你除了不要跟人家赌气说敢求婚我就嫁之外，你也要调查清楚对方的婚姻状况。我不调查，我之前就差一点就真的变人家小三了。对，因为就是有一个男生刻意骗我说他跟他女朋友分手了，后来跟我交往三个月之后跟我分手，我才知道说其实他有一个交往多年的女朋友。嗯，王丽人也给李冠仪很后面倒数第三名，他说一切任人摆布，碰到玩玩的话一下就被欺负，是不是？对，因为我觉得他对感情真的是很认真，遇到不好的男生一直被打他还会在那边。哦，天哪。王丽人给若雅第二名，他说若雅给人一种渴望婚姻的感觉。没有吗？是不是？我说他的感觉就是很适合要结婚。对，是渴望婚姻。你没有渴望婚姻哈？我其实还好。还好。OK， 思荣小姐，她给机器的评语是看起来不难追。你不难追吗？个性还蛮不难的。对，看起来很随和啦。对，个性很好相处。对。OK， 他觉得林丽菲，他给他第二名，因为林丽菲已经显现妈妈的味道。想慈祥，哦，他慈祥是因为信基督教啦，有点。对对对。思荣他已经显现妈妈味道了。我觉得有哎，我觉得真的有哎，是不是？我最近很甜蜜，很幸福，是因为就是有上帝，对，并不是因为在交往或是要当妈妈。蒙恩就对了。啊，杨琪排在第一名的是李冠仪，到处释放讯息，很想结婚。啊，有吗？刚是你写的吗？就是上节目或怎么样，他都是说我家也准备好了，我什么都准备好了。那开玩笑的，你讲的时候很认真。对啊。好，所以呢，你们彼此之间的那个评价其实差不多哈，就是除了一些你们知道内线消息之外，其他根据一般人的意见所写的，应该是跟
网友们的意见差不多。那我们这次调查的网友的意见呢？参与投票的人一共有 ，Oh my god， 要来看排名了吗 ？Oh my god， 我好兴奋哦！你知道吗？这次的这个票数是透过仰慕奇谋名人娱乐和新浪微博所完成的 ，Yes Yes。看完前段内容，相信你心中应该有自己的排名了吧？本次投票是由110,000名网友共同票选，恭喜你蜘蛛翁！到底结果如何？马上为您揭晓。你不是要扮曲家瑞吗？为什么刚刚变成陈庆啊？因为我太兴奋了 ，Oh my god！ 将近110,000票，里面有爱我的 David、Michael、Jamie， 还有三万人投票。OK， 老张 James、Jordan、Michael， 啊，讲过了，还有 Kobe， 全都爱我。OK， 对，还有 Kevin。前面也讲过了，OK， 痛。所以在网络上面票数将近110,000票，然后我们排名的顺序这样子，就是要把你们嫁得出去跟嫁不出去两边的票数互相加减以后，差距越小的就排在越前面，好，所以是这样排。所以如果你认为你嫁出去的人有50,000人，可是认为你嫁不出去的人有60,000人的话，你们排名还是会很后面的。好，所以Gigi， 你认为你自己大概在哪里？我自己给我自己是在第7耶。第七，我们来看一下，所以是偏后段班是不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还没有准备好要做这件事。看脸都很想吃，我就想吃 ，Oh my god， 我忍不住 ，Oh my god， 好想吃。那你老师好想吃，对。你觉得后三名当中一定会有谁？说出来，大哥的女人，因为这个标签真的很，你觉得后三名一定有姿容是不是？对，我觉得。小琴，你认为你在这次网友票选当中会第一名吗？应该是不会耶，应该是算中后吧。中后。因为有一些人还蛮反对的一些事情。OK， 所以他们可能会因为这样就投一个反对票。对，好，妖怪，我们现在我去老师，我这次不能再答应你这个称呼了。你不答应我们就没有办法请你。啊，妖怪，妖怪，我是妖怪。最容易结婚的第二名，请为我们揭晓吧。第二名，我们来看一下谁呢 ？Oh my god！认为你2012嫁出去的是28,000多票，而认为嫁不出去的是14,000多票，高票。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小青得到的理由是什么。感觉她很漂亮，男生应该都会喜欢她的品味。这可以念吗？也是得说出来啊，因为毕竟是大众的感觉。因为我当时也被大众有这种感觉过。所以你要不要告诉丁小琴这个？他说，这个网友觉得你很漂亮，而且男生都会喜欢你的品味，点点点。但是，他就觉得你很快会跟这个人结婚，但应该很快也会离婚。Oh my god！ 你有听过这种说法吗？你是说，这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我们下次会做一集谁比较快离婚。就是很多，我可以不要来参加。讲，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应该，我自己也应该觉得还没准备好，所以我常告诉我自己，就是说，就是，不要急着结婚，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要做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妻子的话，我觉得就不会害怕这些问题了，所以我都会要求自己很多。对，其实觉得你会离婚的，就虽然很不听起来很刺耳，可是还蛮多的，就是投正面票数的人，大家都在后面，很多在后面加了一句，就有附注，就对，他们有的人说因为是 rocker 就会。是讲那个这一类的，也有人这样讲你，超多的好不好？那我们坦诚的问一下，这边10个人有没有这样讲你？好，好啊。有心中暗自觉得他会离婚的吗？李冠莹，你干嘛点我？别人都明确的摇头啊。你跟思荣的眼神是有点在，你知道？不是，我有点吓住。其实说没有真的是有点骗人啊，但是就是会觉得说，因为其实我觉得大 S 很有智慧，我觉得婚姻虽然大家不看好，但是他会靠他的智慧去经营。那是丁小琴在网友的排名当中第二的话，小琴认为谁第一啊？谁第一啊？应该若雅吧？你觉得若雅？那你觉得王丽人会在哪里啊？王丽人，你可以看到他的新娘妆。会像他的衣服，第四
四，对，第四、第五吧。第四或第五。嗯。柯雅欣，你觉得自己在哪里？我觉得我自己爆牌后面倒数第前三名，但我觉得我有可能会中间，因为我觉得一般人应该都不了解我个性，可能就会觉得我好像还蛮容易夹到，或者是不太难相处，但我其实非常难相处，又不好亲近，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会误解，所以把我排中间。你非常难相处吗？对，有多难相处呢？就我跟异性还蛮难相处的，我觉得。他们若以外形看你，可能会把你排在中间。我觉得他可能会把我排在中间，因为他们大概不太了解我难相处的个性。Okay.黄丽人呢？你觉得你自己在哪里？我好像那时候把我排在中间，因为我觉得好难说，因为就搞不好等一下出去又遇到。不是因为对呀、啊，直接公正，因为我很容易把自己放入一段感情，所以我像我之前都交太久了，所以我现在会怕。我其实是可以那种去相亲，然后配对，然后日久生情的那一种人，所以我很容易。所以你跟柯雅欣不一样，就是你可以不太有感觉，而依然培养出感情。对，我可以日久生情。你长得不用很帅，然后我每天看你，越看他会越帅。所以你跟若雅，你说若雅刚刚那个对象，就是家人都非常喜欢他，然后就觉得你可以嫁给这个人，你就真的会嫁给他吗？我以前不是这样，可是因为现在我跟我妈妈在一起嘛，所以就是要跟我交往的人，他一定要就是讨我妈妈的欢心，所以就现在会。所以妈妈很喜欢他，但你没有很爱他，你也可以嫁。可是比较难的人是我妈妈，因为我很容易喜欢一个人，我妈妈比较难，她比较挑。所以搞定你妈妈就好了。对，假如有一个人他可以把我妈妈就是搞定，然后我妈妈很爱他的话，其实我很随，我就 OK 的。就 OK。啊？什么随和？好随和的一个孩子。不是随便就是。你好担心啊！对，担心哦。OK， 所以这样应该还算容易结吧？嗯，这样蛮容易的。嗯，对。好，那妖怪，我们看一下第五名哦。好的，我接受，好不好？第五名，我们看一下到底是谁 ？Oh my god！ 在中间，正中间。其实五千，我也蛮正中间。对，五千票并不是在各位当中很高的票数，可是因为他的那个负面票数也比较少，比较少，他就排到了第五。好，我们看柯雅欣得到的意见当中呢，包括说他很可爱，也遇到过一些挫折。挫折？这个你很熟吗？好像不知道，我朋友帮我留言，朋友上面写的，应该是我好朋友。有人说他喜欢瞪大眼睛。装无辜，所以应该会有好归宿。这是真的吗？这是应该是完全他认错人了吧？对啊，你有瞪大眼睛装无辜吗？瞪大眼睛装无辜真的有用哈？有用，试试有用啊！瞪大眼睛装无辜有用，有用吗？真会只会被人家打吧？不是不是杨琪那种瞪大眼睛，有用，美汪汪啦！对于某些男生来讲，就是薛猫脸超有用，对，那个很有用。觉得你就是气球的眼神，可是在相识的初期，应该不会以这个为结婚的条件吧？对。若雅，你觉得你在第几名？蛮前面的，因为你就是很容易嫁的。对啊，你很容易嫁，所以如果你自己在前三名的话，那前三名还剩下一个人会是谁啊？我觉得会是丽妃，丽妃吧，我觉得会是丽妃，嗯，因为我自己选丽妃也选我选你第一名。好，妖怪，好的，妖怪，怎么了？好，我们来看第三名吧。好，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第三名，看一下，错了。所以如果前三名是这样的话，就表示说如果若雅再占掉第一名的话，那刚才你认为的丽妃就没有在前三名了。她可以是第四啊，我觉得她应该在蛮前面，还是在前段班，对不对？对。好，我来看看王丽人得到哪一些评价。声音很嗲，没有男人会不想占为己有。可是我有吗？网友真的不认识我，一定就是以男性网友的意见。对啊，网友啊，他们真的不认识我。已经没有资本了，应该赶快解决终身大事。好狠哦，这就是男性网友了。没有资本，就是说年龄在催促。对，他这个讲得很实在。于小平，你觉得你自己会在哪里啊？八九十吧。后三名中间是不是？对，八九十，六七八。你现在在跟我抢就对了。所以后三名一定会有你，也会有杨琪。会。还有一个呢？思荣。思荣，你觉得自己一定在后三名吗？我好像把自己排在第九吧。OK。对。
好，妖怪，我们看一下第九名吧。好，我们看一下第九名是不是思荣呢？请看。准，很准，其实正面票数也不少，3000多票，只是负面票数多了，准太多了吧？要听吗？要听理由吗？好，真的吗？真的，没关系，只要念正面就好了。对，我们想听正面的。对，你们人好好，没有正面的，有吧？没有正面哦，没关系，好可怕。真的没有正面啊，跟刚刚大家的差不多理由。真的，不过刚才因为其他女生也都提到这件事，所以有的人有点在意，说在家庭生活中如果卸了妆，看起来跟有妆的时候接不接近啊？落差很接近啊。OK， 对啊，我现在素颜也蛮不错的啦。是啊，所以这应该不是一个问题。这不是问题啊。所以如果在电视上看到思荣的样子是喜欢的，不用担心交往后看到素颜会不一样。对，完全不用担心。思荣讲话，她卸妆真的美差，而且她肤质非常好。Okay, 对，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如果担心的话，可以去掉。对，可以去掉。是，不过之前你在节目中间讲比较多你整形的事，好像有一点点影响哎。对啊，其实我到目前为止遇到最尖酸刻薄的，我只能说他真的讲话是很尖酸刻薄，就是说你会不会担心以后你老公生下来的小孩的问题？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尖酸刻薄。什么人在什么场合会聊到这样的事情？我也忘了是什么场合哎。好，所以思荣呢，众望所归，在第九，就符合他自己的期待，所以我也没有话讲。那杨琪认为你一定是最后，对不对？对啊。所以如果最后不是你的话，你就会觉得你大概是第八。最后如果不是我的话，我会很愤怒。就随便事情都要照你的心意走。看一下第十名，最后你到底是不是杨琪呢？他会不会愤怒呢？请看。有。恭喜恭喜。3万多票。你的那个负面票数好高哦。对，高票。36000多票哎。可是你其实相对来讲是有正面的票数哦。对，你的正面的理由有哪些？我告诉你哈。好啊，我好想听哦。他说，反正2012世界末日横竖都是死，所以正面不如正面打，就看我要跟愤怒鸟结婚吗？还有网友说，如果杨琪提出要结婚，没有人敢拒绝他。对，这个算我的问题，我现在是放过很多人。是。有人其实投给你负面票数是给你一个很正面的理由，他说你不会因为世界末日就随便嫁人的，对，你需要找到灵魂的伴侣。可是我觉得或者找到对方的灵魂，对，想结婚就会结了吧，因为我觉得你不是那种就是一定要什么结婚仪式的，就如果你有一天真的觉得够了，就去公证一下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性，对不对？他就是摆明不要结婚。没有，你人真好，应该要用另外一个说法，就是今天如果我开口我说我要结，你敢拒绝试试看？所以一切都还是我的决定，就是他觉得 OK 的时候就可以啦，也没有一定要生小孩吗？我好想看你男友的照片哦。男朋友还蛮有型，就是个型，还是说是你幻想出来的？真的有这个人？有啦，有看过啊，真的有。所以有可能在今年内觉得要结吗？并不会，对不对？或者你看得到的10年内都不会改变这个想法。10年 ，OK。10年内，好，所以我们的后三名呢，只剩下第八名还没有揭晓了。李冠英，你觉得你在哪里啊？我觉得啊，我应该是就中间吧。OK。现在只剩6、7、8了，中间人摆明讲。所以呢，大概第七吧。我们看一下第六名吧。好，我们看一下第六名是谁呢？请看。Gigi还是落到了后段班了。对啊，可是后段班的第一名，很前面，真的票数蛮平均的，就好平均，对，也算是好事。负面票数有人说，对你来讲要入赘到女方那边去，应该很需要。对，他们把你当男生，但他们把我当男的，干嘛这样？同性恋也可以合法结婚啊。然后正面的票数说会结婚，因为其实在部队里面就喜欢对方。就是来闹的吧，来闹你的。他们说你个性好相处，然后身材也很好，所以对啊，身材
还不错啊。我记得腿很长，就是。对啊，上次有拍腰很细。对。所以 Gigi 第六的话，好。嗯。林丽菲应该不会在 Gigi 后面吧？应该不会。所以不会幻想自己是第一吧？哦。我当然不可能，因为我觉得若雅一定是第一。OK。我不会是第一名。所以第一如果是李冠仪的话，你觉得？我吞麦克风。你讲什么？你吞麦克风。是我觉得，你说李冠仪如果是第一名的话，你要吞下麦克风。好可怕！我有这么糟吗？我很笃定，一定是若雅。我也觉得是若雅。李冠仪觉得自己会第一吗？我觉得不会。要怪我们看第一名。哦，我们来看看丽菲到底要不要吞麦克风？到底是谁？你看。你看是不是全部说他嫁得出去的，也没有我嫁不出去的。对，今年我还是最高票，三万多票哎！不管怎么样是最高票，对，虽然是难以理解的票数，对，都是好话，就是名模乖巧，很多人追，良家妇女，温柔可人。负面的票数只有认为说你身材这么高大会不会不好嫁？可是真的，可是其实他只也没有其他的模特儿的印象。跟他同期的模特当中有一些很高大的也都顺利的，加起来才刚结婚，比我高很多的都已经生小孩。对，林丽菲，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生吗？对，我控制欲还蛮强的。有男生这样抱怨过你吗？有。就是我会想要，我不是控制他的，就是不能够跟朋友出去，还是就是每次出去要跟我报备，不是这一款。我是会控制他改掉他的坏习惯，就是我会很容易看不顺眼对方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缺点。为什么会有网友知道你控制欲很强？是前男友来留。怀恨在心的前男友，因为我有在别的节目讲过，对。李小平没有在挣扎了吧？没有啊，我一直都觉得我是八九十，因为有家里的压力，还有他还在玩乐啊。要不然我们看第八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八名是谁呢？请看，李小平，好准哦，很准。其实有李小平有正面的意见，有一个是包括说。他笑起来有酒窝，应该会先嫁掉。真的，有酒窝就可以嫁得掉。酒窝是很讨喜的意思，很讨喜啊，迷人。然后认为他嫁不掉当中有包括赌场得意的人情路不会顺。什么？哦。所以就是林丽菲跟李冠仪了哈。所以李冠仪应该是要在麦克风要在七，对不对？对。然后丽菲要在四嘛？哎呦，到底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不是这样，林丽菲要还要吞麦克风？对，不用吧？你不用，我不用，不用，不用，不是第一名。所以你输给李冠仪没关系吧？没关系啊。OK。因为我还好，我没有这么在乎这个是嫁不嫁掉。好，来我们看第七名。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七名到底是谁呢？请看呀。非常准确，对对啊，还蛮准。李冠仪小姐，你想要听一下你的那个负面的意见吗？嗯，好啊。负面意见觉得你没有认真爱过男人。怎么会？他说你的穿着打扮是比较偏向妇女型的，所以应该是啊，妇女型，不像是未婚跟单身的感觉。你说中肯什么意思？我觉得他讲的也蛮对的，有时候都穿的还蛮辣的。对啊，他有一大部分时间都蛮性感的。你是不是觉得他穿的太像？他穿的比较成熟，成熟的打扮。对对对。为什么？不知道，他就给人家一种比较成熟、性感的感觉。很少看到穿牛仔裤啊，或者是 T 恤比较年轻的感觉。比较少。不是因为上节目的时候，像我的工作主要是做一些活动主持或什么，那客户都会要求要穿小洋装啊。那你不可能 T 恤、牛仔裤做自己。对对。观众 follow 的很详细，有一个人给他正面的意见是说，因为他已经有自己的房子，所以跟他结婚不用担心房子的问题。好，谢谢你，我爱你。不过各位都有房子吧？嗯，没有。若雅还没哈，丽人还没有。所以有房子是一个加分的事情。嗯，这也是吗？怎么可能？但是没有，是根据这位观众的意见。男生应该不会考虑，可能压力不会那么大。让男生来当觉得有压力吧？
男生会说你有没有车，有自己车吗？或者自己房子？有些男生会可以这样问吗？现在也要没有，应该是这样，你就不用跟他交往啦。对啊，是这样，我就不会交往啦。但是没有尬的，现在就是既然我有能力照顾我自己，你不要花我的钱就好了，你把你自己养好。但你多的时间，你不要说啊，我要为了你，我要为了我们的未来，你乖乖的来陪我。是啊，如果生了小孩以后，那你再乖乖的多去赚一点钱，因为我有小孩陪了。是啊，你就可以出去赚钱。有些女生是这样想，真的假的？真的。他刚讲那番话是有人曾经说出口的。我有朋友就是这样想，男生压力会小，就觉得他有这样的能力，他只是需要一个陪他的人。哇，好精彩。好，丽飞得到正面意见，其实大家刚才都已经提过了。那负面意见，我刚刚讲就觉得你控制欲很强，好像男生会很害怕。所以可是这事情在交往期间应该就会察觉到了吧？女生控制欲很强。对。其实他不算控制欲强，他就是比较有洁癖嘛，你不喜欢不爱干净。对，比较有洁癖，因为我是天秤座，所以很多事这像家里啊，可能摆东西，他只要稍微一挪位，我就会不行，我就会就袜子乱丢啊，对，或者是不就基本坏习惯，对，基本坏习惯我都会去念。所以这比较像强迫症吧？对，不是有一点强迫症啦，比较就是爱干净。所以相对来讲，你是控制狂比较强吗？我不是哎，我就是我是很难很苦的日子也可以过，很好的日子也可以过，弹性很大的。可是你还是要管着他，他要照着你的 tempo 走。对啊，大逻辑啊，你还是要。我也觉得好像没有，因为大逻辑其实我结了婚之后，是我把比如说工作啊这些生活的重点啊重心啊是照着我老公的安排，但是那个的背后其实就是我要让你没有办法挑剔以及离开，我要我没想那么多哎，真的吗？就不要落人口实，就 OK， 这个有道理，有战略跟有战术。对，因为我一直觉得大 S 是一个有战略跟战术。可是今天妙的地方是呢，我有锦囊，是不是在这边有个锦囊？虽然今天观众票选出来的结果跟大家预期的很符合，可是实际上前三名当中只有王丽人是真的觉得可以嫁了的，对不对？我自己吗？你希望今年可以嫁？我没有希望今年可以嫁，我是希望现在。马上送到，有这么明显吗？有，楼下警卫在等你。你都脸红了，你还想骗谁呀？前两名其实没有那么好事啊，所以2012可能不会发生，对不对？我肯定不会。OK， 对，好，所以这只是一个印象分数而已。好，谢谢你们今天参加，祝福你们。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含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